三二一 ，Action！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三号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要跟你分享的就是如何使用面部让你的图片一秒去背，然后还是免费的。请让我打一个小广告，三号 TV 呢会一直更新关于面部和 MailOS 的使用小技巧。如果你还没有订阅三号 TV 的话呢，就赶快订阅三号 TV， 然后点击旁边的小铃铛，那么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我影片发布的通知。那我们现在就去看吧。OK， 这个就是我刚刚拍了的照片。首先我们先选其中一个照片 ，double click， 点击 show markup toolbar， 然后我们只要选择升 alpha， 我们只要到我们想要去背的地方，点击然后 hold 住那个鼠标往下拉，这个红色呢就代表它是被 select 的地方。你看啊，当我拉到这边的时候，发现到这只熊的左手边已经有一些红色了，就代表这个左手边也会被去背，所以我们要把这鼠标再往上推回去，保留那只熊过后，然后我们就放手，所以它这边就会有一个虚拟的这些线，你就按 Ctrl S， 然后因为我这个发呢其实是 JPG。所以我先要把 convert 去 PNG 才可以 support 得到，就先按 convert。 你看这个右手边哦，它已经把那个图片放出来了，在这边呢我再做一些 touch up， 去背完过后呢你直接按 control S 就可以了。 OK， 以上就是我要跟你分享的 MacBook 和 MacOS 的使用小技巧。如果你觉得这一个影片对你有所帮助的话呢，就给我一个 like 吧，然后分享出去给你有需要的朋友。如果你想要知道什么关于 MacBook 的使用技巧呢，在下方留言告诉我哦。那么我是申浩，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